各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声响起，我是曾志祥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美元指数。美元指数在昨天、前天创高之后，稍微有做一些压回。那昨天的美股也开始有顺势的去再一次的做反弹。哦，再一次的做反弹，那昨天也突破了先前的上影线，然后成功的拉上去创高。那这也激励了今天的整个台北加权指数的这个走势。哦，可以说是这两天的盘势可以说是一个峰回日路转了。哦，那今天的盘它算是一个确立短线进入一个防守成功，多方防守成功，哦，不再这么偏空。在前两天它并没有确立。其实投资朋友您自己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可能很多投资朋友觉得这两天的盘非常非常的难做，的确是如此哦。这根不用看了，这根是没有的哦。你看哦，先前破了季线，跳空上来。再大跌，将近差五点就要回补。今天再大涨，对不对？今天算是一个确立短底形成的一个概念，但是这并不代表说它接下来要一路往上冲，因为毕竟先前还有一些套牢的资金。所以意思就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接下来的盘最好就是能够在确立之后不要往上冲，而是在这边做横盘。懂我意思吗？化解先前的卖压，这是目前最好的走法。那当然，如果说接下来如果说不小心明天再做急弹的话，基本上弹上去，短线就指数的角度可以获利了结，个股则不一定哦，个股不一定，因为毕竟接下来是多方控盘的时间点。好，那再来，为什么我说今天它是一个峰回路转，而且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扭转？你看哦，一天大涨，一天大跌。一天大涨，一天大跌，这两天是来自于外资期货的结算，台指期结算所做的干扰。结算完、干扰完之后，开新仓，外资期货多单还有16000多口多口开出来之后，在早上，哎，还在这个位置稍微晃了一下就拉上去，就变成说今天确立了扭转短线上的颓势哦，所以说今天是一个神奇的扭转，而不是说今天才确认说这个好像很强。不能这样看，哦，因为今天是非常这几天非常特别哦，这个盘势。那当然，我说过了，在接下来的盘势当中，投资朋友你要注意的另外一件事情是，既然它短线上有机会已经确定，短线上在这边先做一个止稳，哦，先做一个止稳，会不会冲？当然冲上去，我认为是不好，最好在这边持续反复的打底，酝酿接下来选前的最重要的行情。哦，这样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哦，这是大盘目前的状况。当然，我们持续还是要去观察美元指数的发展哦，毕竟它会影响到外界的看法。但是呢，我们从这两天的盘势，你可以看得出来 ，OTC 一直比大盘还强，那表示我们业内的资金哦，先前一波的拉高，调整掉一些持股之后，有些股票它其实本来就在调整。我想各位都很清楚，这就是标准的先前有拉高出货的调整。哦，那当然，短线上这些股票修正到一定程度之后，你要不要接再说。哦，但是它必须要先经过筹码上的沉淀。哦，这个是你要特别注意的。但是反过来说，我们从大盘的结构角度来思考，现在既然它进入震荡盘，哦，我昨天说了嘛，我昨天有建立一些空单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先前这边拉高，我们出清。那昨天开始在建立一些空单，一些基本的空单哦。昨天节目上有讲，那今天在一早开盘不没多久，觉得怪怪，我带的会员朋友空单全部数回补，来，全数回补的时间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哦。然后当时差不多在涨差不多50点左右，后来整个喷出去。如果就指数的观点来说，哦，这个算是小赔，拉出去。就个股的观点来说，我们空的股票。昨天空的补下去还是赚钱，小赚了，那个赚一点点就不予置评了。但是重点是什么？重点赵老师是要告诉各位，今天在股票市场，我们今天如果说出现一个扭转的现象的时候，不要去做凹单的动作。哦，这是赵老师的习惯，我不喜欢凹单呐，我真的不喜欢凹单。有的人很喜欢凹股票凹单，这对我来说我办不到。所以我常常在跟会员朋友讲说，您是新的会员朋友。进来的时候根本不需要问赵老师说有没有保证带出的问题，保证带进带出没有那种事情。
为什么不需要保证？因为不对我就会走，赚钱我会留着，不对一定会走。包括从来不会去凹单的原因就在这边，就像有的人凹了两个月的空单，你被已经被嘎爆了，你这一波怎么可能赚得到钱？不是吗？然后就像先前凹了那么久的多单，你都已经赔到一屁股了，你怎么可能抢到这一波的反弹？所以赵志要跟顺便借由这样子的操作跟各位沟通这样子的概念，凹单在股票市场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。那你一路收看赵老师的赵老师的节目，赵老师也从来不会忽多忽空，为什么？因为盘势抓得清楚，这一路我们就是做多，拉下来。哦，只有在这两天盘势比较震荡的时候，稍微有一些混乱。哦，当然我们也承认，但是我们马上立即性的做一个调整跟改变。那在今天我们早上空单稍微赶快去做回补之后，有些股票我们多单开始直接建立。好，那当时的位置我想跟各位都很清楚，我们在建立的位置，股票多单建立的位置在这个附近，那马上现买现赚，这就是操作。那会员朋友都很清楚我们买的什么股票，那当然接下来什么股票还可以注意，什么股票有机会像生技这样子飞出去，下半段节目回过头再来谈。广告时间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来。通国际战胜股市，服务至上，掌握趋势，先买再卖，先卖再买，多方空方皆是赢方。万通国际为您把关，创造财富，远离风险。万通国际唯一首选，服务专线02-7725-9668，7725-9668。各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节目的现场。那其实，在这波的操作过程当中，很多投资朋友是操作是可能有些赔钱，大部分都赔钱的状况，那很少有人能够像我们一样买到像是先前所做的8341的日友一样，选到这类型的股票能够一路逆势往上冲高，对不对？今天还亮灯涨停，上个礼拜二这个时间点，赵老师公开在节目上面办的猜谜的活动，请各位来猜曾志祥是你的好朋友这张股票8341的日友往上整个飞出去。在同时间的大盘，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日友是从100块涨到132，它一路跌，大盘相对来说，那8422同族群的可宁位，上上个礼拜三给各位猜的时间在这一天，后来也是一样逆势往上大涨，160涨到180几，所以投资朋友，接下来要考验的是什么？既然我们思考到这个方向，一个这个逻辑之后，你要去思考。什么股票能够像日友一样这样往上冲出去？什么股票能够像可宁位一样，能够逆着大盘跌了600多点再往上冲出去？这也是当初我们只留一档股票的原因之一。那这也是接下来您在选股过程当中，大盘开始进入横盘震荡，多跟空各有各自机会的时候，那你要选择做多的朋友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去找到类似像可宁位这样子的股票，或者是类似像日友这样子的走势，那你又要去思考，为什么当初在还没有发动的时候，赵老师就先请各位先来打电话进来猜这档股票？当然，赵老师也事先带着会员朋友直接先上车。那重点是什么？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，一档个股能够逆势往上冲高，能够大盘跌了600多点，它从100块涨到132，它背后一定有它的筹码上的优势。筹码上的优势是建构在它有未来上面的题材，就像最近的生技，这两天的生技非常的热，整个盘面上的焦点全部都是生技股。昨天整个上市啊，上柜生技股是成交第一名，上市的话，生技股的成交比重是仅次于电子股，仅次于光电股，非常夸张。但是可能很多投资朋友会说，那个是因为蔡英文这个副手选陈建仁的关系，生技有利多。但是那个是所谓的短线上的题材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，蔡英文的副手不是这几天才选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但是生技股早就先前已经涨过一波了嘛，现在只是因为这个因素，再利用这个题材再去炒作，把它拉上来。意思就是说，您在场外的不需要去过度的追逐，已经在场内的，等到见长黑再卖。不管您是做的是浩鼎、立丰、康友等等都好，
建仓可以把它卖掉，这样就好。但是我们反过来去从这个角度来去推演，你不要一直看着生气，哇，好想去追，没有必要，因为很多的股票更有机会，很多的股票有机会甚至像日游一样再往上冲上去，冲出去。哦，所以投资朋友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，来去思考呢，你看哦，没关系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。接下来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，可能很多人认为生技是哇是副手的关系啊，但其实并不然。生技股先前在涨的重点，其实本来就是十三五计划当中的一环。哦，十三五计划当中的一环。那像日友，它本身除了事业废弃物处理之外，也有医疗的废弃物处理。日友在这个北京当地所成立的北京润泰，你没有听错，它本来就是润泰集团的。北京润泰它是当地最大的废弃物处理公司，包含了电子的废弃物、事业的废弃物，还有医疗的废弃物，所以它其实也是类似的一环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两者有一个共通性？共通性在于不是生技，而在于的是生技跟他们都有一个共通性，都是十三五。你还记不记得先前赵老师在讲十三五计划的时候，我说它是接下来的主流，还是一样，在未来到年底之前，十三五计划不会在股票市场上缺席。那当然，我们听到这边，可能投资朋友会在思考，那接下来有要谈货贸会不会有机会？会，但是您要去思考货贸相关的概念股当中有没有股票跟十三五结合的，这才是真正接下来的关键。当然，会员朋友今天已经先做好卡位。今天才刚刚进场，今天才刚刚买，股票还没有什么动，但是正在酝酿的位置上面，就像当初8341的日友一样。你还记不记得先前我给各位猜日友，还有可宁位的时候，到了第三天，礼拜二猜日友，礼拜三猜可宁位，到了礼拜四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说留一档我们自己要做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在这段时间大盘修正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没有出手，因为大盘当时在修正。但是现在随着大盘进入横盘震荡的区间，短线空单已经不再这么畅旺的时候，它开始陆续有反复打底的机会的时候，震荡盘本来就会出标股。在震荡盘面的时候出标股的机会的同时，我们当然回过头来去当初我们所知道、所得到的消息、所知道的讯息所锁定的概念股一档股票，今天会员朋友已经先行卡位做进场。所以投资朋友，你接下来要注意的就是接下来短线上可以做多，短线上可以做多，但是您要选股的重点，你必须要很清楚，你所选的股票一定要有题材，基本面先摆一边，一定要有题材。为什么基本面先摆一边？因为现阶段它所创造的整个盘面结构，它是一个所谓筹码优势的构成。哦，像这个基本面很好啊，但是所反映出来的大立光基本面不好嘛，这个是盘面的状况。所以说现阶段27.4的可成基本面不好吗？很好，但是重点在哪？重点是市场现在的资金关注度不在于基本面，跟以往不太一样。以往年底都很看基本面，但是今年特别奇怪。那也没有办法，我们做股票本来就是要顺势操作，市场接下来有可能热什么，我们先行做卡位哦，而不是等到涨上去再去追它讲它，那没有意义哦。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特别请各位记得，什么股票能够复制像日友一样连续指数修正了600多点，它从100块涨到132这样子的过程，要去注意的，十三五加上货贸双题材的结合当中的股票，欢迎朋友已经先行做卡位，今天才刚刚买进第一天，接下来我们会陆续买。当然，如果明天大盘冲得太快，我们会看状况。那如果它还这档股票还继续在横盘，我们继续买，买到哪一天货贸的题材开始炒起来，十三五的计划资金又回流过来，马上又冲出去。所以，投资朋友，当然，短线上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，因为毕竟行情是不等人，行情永远不等人。
而且行情只会留给有勇气赚钱、掌握机会的朋友。好，那所以投资朋友，我们今天特别办了一个，开了一个新的班哦，叫做短期精英班。这是我们办第二次的短期精英班，先前第一次的短期精英班操作的像是8420的名扬，先前第一次短期精英班那时候开办的时候，当初第一笔单买的是8420的名扬，从16块做到19块这一段做完之后，我们开始去做8383的千步，我想各位都很清楚，从40几块、44块、45块、46块短期精英班一路买，当然其他会员当时也是一直买。买进去之后，它后来整个喷出去。所以说，张老师要告诉各位的就是，接下来既然行情来的时候，接下来的机会会比日友更大。我们所锁定的股票，它的题材当然比日友更强。所以，投资朋友，我们开班第二次，今年开了第二次的短期精英班，行情是留给有勇气、有要赚钱的人。机会本来就是有勇气的人，他才能够掌握住。短期精英班。哦，第二次的开班，哦，请各位把握机会。有兴趣的朋友，直接广告的电话，直接打电话进来。那当然，如果说您今天手中还有别的讯息的，要都没有帮你赚到钱，不赚钱的讯息，不赚钱的汇集，张老师全部帮你吸收。意思就是，您只需要参加短期精英班，后面其他的汇集全部直接并进来。这么少的费用，这么长的会期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把握时机，特别的活动留给最有勇气的各位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